成走到哪就骂到哪的奶哥，王宗平他只做瞎眼，这六个酒囊饭袋。突然变得诚惶诚恐，哎，我不敢讲话。先吗？对，郭先生。小奶，不好意思，我讲我的太早了。把你这个习惯改掉，知道吗？是什么原因让他变这样？我跟你讲。